谁呀？进来吧。哎呀，是我们家小二宝嘛。进来呀。啊，你把我快递拿过来了。给我吧。你都给我拆了一半截了，得倒上。没有。拆开我看是什么快递啊？哇，这应该是一个剪头发的吧？胡子的。打开，倒出来，咱们玩一下，看看怎么玩的。哎呀，没了吗？要不要来来，我们把。来，妈妈给他组装好了，咱给他做一个头发吧，给他做一个什么颜色的？不知道。你拿出来一个什么颜色？白色。那做一个白色的吧。来，开始做吧。开始做吧。哇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宝贝，白色的长长头发给出来了。好了好了，快拿梳子给他拢一拢。拿小梳子拿，给一个小梳子给他拢拢前面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？不知道，刮子。这是个吹风机吧，应该是。呜。吹不下来。吹一下。这是个啥？卷发的。这是个。哇，你给小娃娃做了个白头发。好好玩这个玩具，是不是？